各位我们龙潭区的这个乡亲长辈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们这个锲而不舍休息站呢，从二月八号到二月十四号春节期间休假。那非常感谢我们广大的民众对休息站的长期的支持，让我们这个休息站呢有更大的动力。尤其今年我们的轮椅跟单车都有卓越的成绩，这样一个进步。那希望呢这个在虎龙年呢，各位乡亲明年行大运，希望休息站能够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，为我们的乡亲来做更深层的一个服务。来这边祝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谢谢。